六角如意，正方形纸张，对角折，再对折一次。打开右面的尖角向上折，左面的尖角对齐右边的点对折。打开，再让右面这条边经过中线对齐刚才对折产生的这个点，最后将纸反过来两条边对折，最后再对折一次。这样我们只要画出一半的形状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先来画半个如意纹，在如意纹的下方画个弧，这里画个逗号纹做装饰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连续画两个水滴纹，里面这里画个花瓣的形状，这里画半圆，最后画花心。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给它镂空一下。开始剪纸，剪的时候可以先把外轮廓剪掉，然后注意保留这里的连接点。将这里镂空剪掉，这个位置剪小花瓣，这样一个六角如意就完成了。祝大家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